耶稣一起坐席，一起来连结。
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一次吃这个饼喝这个杯，是为了要纪念主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我们一起来感谢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排列这个宴席，为了要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差遣圣灵分别我们为圣，又分别这些排在你面前的饼和杯，让我们接受这些，借着我们的信心分享你的身体跟宝血，又因为你恩典的帮助，使我们在享受你的身体跟宝血之后，我们的信心得到培育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更加的成长，更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阿们。
谢主耶稣，他为我们流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